小布是鲸小布在7月底首次被影到现身深圳盐田区小梅沙海域，连日来畅游于大鹏新区和盐田区两个海域，两区各自组织巡查人员協力守护小布。专家团队昨日观察小布已经离开深圳海域，出现在盐田港对面的香港海域活动。小布6月29号最先出现在大鹏新区海域，一个多月来小布时不时出现广受关注，在大鹏新区徘徊长达一个多月后，小布游向更广阔的海域。据内地传媒报道，发现小布是鲸的第一日起，大鹏新区就呼吁市民和船员不要靠近，不要围观，也不要投喂，来往船只尽量避开绕行，为科学护鲸。